天是2017年的2月19日，非常恭喜你们持续的来到教会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我们等一下一样会有三段经文，那我们能够这个经文来在我们的话语里面，能够来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一样子的话语而能够过每日的生活。好，来请各位起立好吗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念出来哈。这个是2月12号的敬拜。好，等一下哈。连着两周的敬拜，感谢神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神的话语好吗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。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，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，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，直到永远。他的名圣而可畏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诗篇111篇。
满盈的天使跟我们一起敬拜，好吗？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敬拜是我们的神，让我们新的心向着我们的神，不管是多少人在这当中，也让那些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的那个心是向着神，我们持续的来用我们的话语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，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凡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113篇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恳求他持续的带领着往前走。说早
诵我们神的话语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。这里我没有背，在我上面的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更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希伯来书12:1-2。